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我请全台湾的粉丝吃饭。今天是第五天，然后现在我们在台中高铁站。在这个系列里面，我会挑战在十天里面去19个县市，然后我必须在每一个县市请一个粉丝吃饭，我才能去下一个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如果我没有请粉丝吃饭的话，我自己就不能吃饭。昨天我们干掉了南投，还有彰化，然后今天我们要去云林、嘉义县，还有嘉义市。说实话，其实云林还有嘉义县、嘉义市我都不怎么 look forward to， 你知道吗？我听说那些地方是乡下的地方，我不知道。作为一个 city boy， 又比较娇贵。当然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高铁还有30分钟走，然后其实我背后已经找到了一个认识我的观众，所以我可以直接去吃一个饭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吃完饭我们再见，嗯，啵啵。很多人说小鱼在监狱里面，但不对啊，他很明显在避风塘啊。10分里面几分这笑话？10分 ，yes。All right, guys， 我要赶车，所以我就先跑了。再见，啵啵。Speed run。So sexy. Mm-hmm. 高铁上的服务员看到我膝盖受伤，就给了我一个创可贴。人 very nice， 他真的，我哭死。好热，好热，好热，热爆，热爆 ！What the fuck？首先我们现在需要找一个地方，因为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 Alright， 我很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啊。然后啊， What's up， 我叫什么名字？西兰。Alright， 我让刚刚那个观众帮我推荐一个，他说这个啊很好喝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这个，完全不知道为什么。西兰奶茶。好，我今天就喝这个。Alright guys， 我在这里找到了这个观众，然后他要吃 ，OK， 他要吃，我才算挑战成功。呀、yeah! ，云林挑战成功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不对不对，还有一件事情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，嘉义走。我操！我刚要走。哎，我都有。你好，我刚好。我在发到你。你是云林人吗？对，我云林人。你觉得我应该去哪里？你去哪里？对，我就30分钟时间，我去一个地方，我应该去哪里？铁桥吧。OK， 铁桥。湖尾铁桥吧。这样比较近的话。那我就去湖尾铁桥。我怕你会觉得很无聊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谢谢，谢谢。你好。好。到湖尾铁桥。马上回来。 Alright guys， 现在我们要去铁桥，铁桥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我很期待这一个旅游景点，我好激动，观众朋友们，会不会很壮观？我好像已经看到了，难道是那个吗？你们准备好看世界上最牛逼的旅游景点铁桥。 Oh， it's actually pretty nice。 哎，挺酷的。 Bro， 这是他妈铁轨吗？会不会有火车过来？ Yeah， it's actually pretty nice。 哎，其实看上去挺好看的，真的。瓦蓝蓝的天上飞老狼，我在东北眺望北京。我现在感觉我是子民，这就是成为子民的感觉吗？我操，太大自然了。 ACK 来一个铁桥 montage。 哇，白色的，然后突然虚焦，好好虚焦，好。哇OK， 我觉得是时候走了。天空很好看，铁桥非常好，我给他10分里面11分，这个是我在台湾看过最好的景点。 OK， 他妈的完爆日月潭，你看我在这边没有摔车。铁桥我爱你。 OK， 云林我爱你。但是现在我们要去嘉义啊。我在云林虽然没有待多久啊，也没有跟几个人说话，但是云林这个环境就给我一种特别淳朴的感觉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这边人比较少，比较 chill。 回去嘉义。哎，你打我屁股，他刚打我。哎，不好意思 啊，你要说 no homo 现在啊。好啊， no homo。OK 吗？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见，谢谢。What the dog doing？ 下一站嘉义。
二大好像我们在这个高铁上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去嘉义。刚刚我们在这个云林，其实说实话，我本来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云林直接跳个舞，然后直接跳过。然后我想了很久，你知道，我觉得如果直接跳过的话，好像有点可惜，是吧？下一次来或者什么时候 ？Fucking never, I'm kidding, I'm kidding 啊！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，其实就只看了铁桥，挺有意思的，真的挺好看的，你知道，我一点不后悔过去了。如果以后我在台湾常住的话，也许会回来再看一下，然后再来这边。Hello。啊，水就 OK 了，水就好，对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已经差不多是下午5:45了，然后我们还有两个地方要去，一个是嘉义县，一个是嘉义市。那么高铁站好像是在嘉义县，所以如果我在高铁站碰到一个观众，我应该就可以直接去嘉义市 maybe。 Alright， 那两个人有盯着我看。What's up？ Yes， Yes， 我叫什么？西兰。Yes， Yes。 你们刚刚在，你们在等车吗？没有，我找你。啊？你们怎么知道我要来这边？限动。我限动，但我说我今天要去云林、嘉义县，然后嘉义市。你怎么知道我现在会在嘉义县？猜到了。猜到了。你们等了多久？刚上来。刚上。哇，好会算数。OK， 让我买个小吃，摩斯 Burger。我一直看到，但我没有吃过。多少钱一共？553。谢谢你。嘉义特产很好吃。非常好吃，这是花莲特产哦，真的，花莲特产非常好。All right, guys， 他们在那边吃饭，我说你们等我5分钟，因为他们刚刚说他们没有钱啊、回去坐高铁，他们想坐台铁，所以啊，我打算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完成后，嗨，7点了，谢谢。我的天啊，谢谢齐来。All right， 所以啊，他们刚刚问了我一个最不应该问的问题，他问我要签名，确定啊？你确定哦？我怎么签？拿血吗？我这里有血。哇！真是扯到皮了，签，确定啊？应该上不了车了。签完就上不了车了，你签好。可以吧？还可以。OK， 这是第一个，是第二个。十分里面几分？一分。九分，十分。特别感谢帅哥一号和帅哥二号，他们人都非常好。3-2-1，非常好。OK。拜拜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所以你们说我的笑话很烂，是吧？Now what do you think？ 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嘉义县去什么地方，还是直接去嘉义市，因为我听说嘉义县没有什么，我们至少得出一下高铁站，对吧？问一下司机。Alright guys， 我刚刚想去一下洗手间，我就问了旁边一个人，能不能帮我看一下？我去一下厕所，2分钟就回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就直接，然后我问。你是要现在走吗还是什么？然后他不对我说话，然后他就直接走了，然后跑去那边喝水，然后回避我。Why？ 我做了什么错事吗 ？I'm so confused. Like I don't understand. It's a culture shock. 如果有人不想帮我看东西，我完全能理解。但我刚问的两个人，就我问他们，他们好像就是像被攻击到了一样。然后第一个人就是直接回避，都不想和我说话，直接站起来一句话不说。So fucking 没有礼貌 bro。 我知道台湾比较安全，一般把东西放在那边没有什么问题，所以我也指望大家互相也有那个基本的信任，就我不会害你，或者你也不会害我，或者怎么样。比如说之前我在南投，我租那个自行车，我就给他250块钱，我都不需要押任何东西，他就收我250块钱，然后我有能力 like I literally can 直接把那个车给骑走，但是我都不需要押金，我都不需要押任何东西。所以当我问别人帮我看一下东西，然后大家都感觉像是被攻击到了，然后这么拒绝，我就感觉有点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在一方面这么信任别人，在另一方面这么不信任别人 ，like I don't understand。这附近比较没有了，比较没有。故宫南院啊，那个是还开吗？现在没有。对，现在。太晚了。那嘉义县就是晚上没有什么夜市了那种。嘿啊，没有。今天礼拜四好像没有。OK。好，谢谢你，十分感谢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I think it's some sort of a 街头卡拉 OK or something， 找个地方坐一下。现在已经骑了8个小时，已经骑了8个小时，从新庄到高雄，然后现在你在嘉义正好停了下来，正好到这个 7-11， 然后就看到我，一切都是缘分，好巧，我觉得太巧，我还坐这么角落的地方，这个一定拜托一定要放进影片里面，对，肯定会的，如果没有，我也可以定。你知道我中文的真名是什么？有赛兰，
好粗鲁哇！我没有笑，那是我真的名字，笑到了吗？那请西兰再跟粉丝说点话可以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是放火，我是放火，小鱼他妈在监狱里面，出去，我是森森，不要闹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闹，没有，他找到了一个声音比较像的，对，他找一个声音比较像的。我们去吃火鸡肉饭，我们去吃火鸡肉饭，我们去吃火鸡肉饭。OK， guys， 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手苹果，两个手苹果 ，very nice 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凡事零，凡事必须零。这是凡事零，是啊，好，绝对不是算零。不是啊，你是什么？我不是，你是什么？我不是。你什么啊？不给面子。一个鸡肉饭，四个鸡肉饭。所以你喜欢看，你也喜欢看子明视频。对，子明的粉丝。你爱大自然吗？我做到子明了。我怎么感觉你长得有点像我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行啊，我们来 review 一下火鸡肉饭。很好吃，观众朋友们，分数打在屏幕上 ，very nice。Shout out to 肖佑人，给我喝50西兰啊、这个奶茶，非常感谢。西兰，嗯，我要去高雄了。你要走了？我要走了。就这么快？再见。再见。祝你好运。拜拜。拜拜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CK 配点伤心音乐。西兰，拜拜。再见。再见，再见啊！你们对市民的影片有什么评价？笑死！三二一，笑死！三二一，笑死！这是我问题啊！市民和西兰的影片，谁比较好笑呢？那当然是西兰了，当然是放火啊！你被炒了，你被市民，你看，笑死！这是观众送给我的，这是哇，真的没有。谢谢，送给人好，他真的我哭死。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Hello， 你好啊，到台南。走一段路哦。嗯，没关系。谢谢，再见，好，拜拜。Such a nice woman, man， 在车上聊得特别开心，特别开心，像走给。但真的，他讲的故事都很有意思。Hey， pretty nice。Guys， 今天可能不会搞什么花里胡哨的进门的那种 shot 或者是什么，也不会搞什么十分花里胡哨的 hotel review， 因为我好困，现在已经是差不多凌晨1点钟了，所以我先洗个澡，估计会很他妈的疼，因为这些伤口。然后我们坐下来逼逼扯扯一下，今天就结束了。大家晚上好，现在是晚上。不知道几点，凌晨几点，然后我现在在台南，今天一整天 very 忙 very fucking 忙，我们从云林到了嘉义县，到了嘉义市，然后现在在台南，一天四个县市啊，然后最后在那个嘉义市，非常开心，很多场景我没有拍，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忙着拍很多合照，差不多有20-30个观众，比较疯狂，然后大家人真的都非常 nice 啊，特别是那一个帮我买或者是帮我带那一些护理的东西的小姐姐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，所以我就说小姐姐。之前是有一些心情不太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事情，现在想起来这算小事，算小事。说实话，你知道没有必要 whine 这么多。然后我刚看到一个 IG 私信啊、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然后看到那个就让我觉得 what the fuck， 我之前那种小事还值得抱怨什么啊？那个私信我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所以 Alright, hold on fucking pussy， 万一如果不是真的怎么办，如果不是真的话，那这个会很搞笑。 Alright, 不管怎么说啊、明天台南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计划， But I guess we will see。 今天是第五天啊、结束，也就是我们终于过半了，明天就是第六天。 It's been fucking unreal, man. It is crazy. 大多数我见到的观众目前都特别有礼貌，然后人都特别好，真的让我感觉有一个 family 的感觉啊、So yeah, pretty nice. 今天也不早了，然后我要看一下这个 CK第一集的剪辑，然后我等下就要睡觉了，所以啊，十分感谢大家收看这个系列，然后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
你什么时候知道了？我前几天知道，我一直知道，没跟你讲，我知道你忙。那、哦，对你忙完，照了你说，你昨天、今天还有明天还有碰，是。但是医生说他是属于中期了，就是说长4.8公分吧。嗯、哦。而且这个癌中之王啊，这个病。啊，我感觉我也回不了上海看他了。